这珊瑚礁挺漂亮的，里面有个螃蟹，躲到里面去了。哇，这里有个海参，看，在这个珊瑚礁上面游玩呢。哇，这海参大，哦，这么大一条。 这是好货的哦，拿回家煲鸡汤的话，超级营养哦。这种在市场都看不到卖的，再找这边看一下，这边有个亮货，一个鲍鱼。 花海螺，哦，好肥呀、啊！这种，哇，看一下这个，它吸在上面。这里竟然有两只黑色的皮皮虾。 他们在干嘛呢？这种皮皮虾是比较灵活的。这一只，哎呦呦呦，跑了！出来展示一下，啊，躲到坑里去了。这种皮皮虾在海边碰到，千万别拿手去触摸，它这两个红色的夹子，弹到你的话特别痛的。螃蟹都不敢吃它们呢，攻击性特别强。这个地方我之前过来潜过水。 那时候抓了好多海货，今年夏天又要过来潜水喽。平常这种地方都有海鳗抓的，哇，一个蜘蛛螺，哎呦，掉下去了。这蜘蛛螺是特别好看的，哦，放在珊瑚礁这里，给它拍个特写吧。 美吧，咔嚓，收了。再找一下，它有没有同伴？这边潮水退得好干，往往这样漂亮的地方，多少都会有点货抓。是个黄金蛋，哎呀，给它收起来。 有个暗洞在这里，哦吼，有条鱼躲在里面，是猪脚红啊！哎呀，嘿嘿嘿，哎呀呀呀呀，差点被它扎了。 再找一下这边，这我起了点风，好像是要涨潮了。这个水坑这里，下面有货。哎呀，是一只青蟹，它咬到我那个夹子了。 跟它硬拉的话，就会把它夹子拉断了。拿手去弄后面，哎呦，我怕它咬我。夹到了！哎呀呀！哎呦，有了！呼呼！啊，不能跟它硬来！哇，大吧！ 有半斤了，远远走过来看到有动静，不知道什么钻到里面去了，不知道是鱼还是螃蟹，哦，是螃蟹，还是蓝花蟹看，嘿嘿，躲在里面，出来，哎，呀，这家伙太聪明了，哎呦。
找一下这边还有没有他的同伴。哇，看一下，这是海怪哦。这种海怪经常出没在珊瑚礁这一带海域的，他们好多个脚的。哇，看，哎，这东西特别奇怪，碰到的都是一对一对的，看，比较神奇吧，特别神奇对吧？它那个尾巴像那个避雷针一样的，咱们展示之后就给它放回原位了。它躲在这里要么就是产卵，要么就是捕食，还是一对国家保护级动物，所以咱们只能保护观赏一下，不能捕捉。哦吼，躲在里面我就发现不了你吗？哦呦，拉出来吓一跳，也挺大个的，还以为不怎么大。远远就看到了一个黑乎乎的海胆，全身都是刺的，像个刺猬一样。海胆有好几种在里面，像这种的话就能吃，它刺比较短的，有一种是刺很长的，经常赶海也碰到。那种叫那个长刺海胆，吃不了。刚看到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一条海蛇，原来是个棍子。哦吼，哇，这螃蟹漂亮，这馒头蟹，嘿嘿，是不是特别美观呢？看，哇，好大一只，美吧？呜，看来珊瑚礁里面亮货还是很多的。这里有一条虾，不是很大，捏紧它。斑节虾尾巴也是很好看的，头顶还带着一根针哦。漂亮鱼怎么回事？哎呀，躲到坑里了。哎呦呦呦，好了，捏住头部。被搁浅了，我给你们看这种鱼，很搞笑的，嘿嘿，那个嘴巴，咕咕咕咕，看到没？咕咕咕咕，很搞笑哦。这种猫砂营养价值很高的。哇，看一下这只大青蟹，呼，在吃皮皮虾。看，哇，哇，这只大，不错。今天太阳有点大，这里有货。抓斑节虾的时候要拿手啊，这家伙会闪现，这样盖住它，捏住，嘿嘿，它头顶有一根针的，一不注意被它扎到就很疼。蜘蛛螺，中个头的，
看着这家伙，都拿着梭到里面去了。大螃蟹没有，鲍鱼就有一个，看，粘在这个珊瑚礁上面。 好肥的这一个，今天潮水退的特别干，好捉鱼捉螃蟹啊！嘿，看，什么稀奇古怪的躲法都有，你藏的再隐秘都被我发现了，一条漂亮鱼。 哇，一条漂亮鱼！这家伙被搁浅了，看，嘿嘿嘿，这种鱼游的比较慢，哎呀呀呀，哎呦，上来，看，我们可以叫它跳跳鱼，嘿嘿呀，终于有个亮货了，走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啊。 这是一条石鲷鱼，被搁浅在这个小水坑啊！再拿手，慢慢靠近，哎，捏住！哇，它这种嘴巴咬合力特别强的，它能把那些海蛎给咬碎。这会好像要涨潮了。哦吼！ 哇，一个漂亮螺，花姑娘海螺，哇，呦呦呦，挺滑的。小孩瓶往上有口福喽。海茄子，它是海参中的一种。哇，这玩意，哈哈哈。 处理的时候特别麻烦，它里面有沙子哦，不是专业的人士估计也不懂弄啊。这群海螺是在跳广场舞吗？吼吼，那么多，都是小的。哦吼，这两个避雷针是龙虾，这个要拿手抓了。 呀，有了！哎呦，被它弹了一下，呀呀呀，呀，哎呀呀，哎呦，抓紧！哇，这家伙，给它来个特写，咔嚓，呼呼，收了。还能跑吗？蟹胸，哎，这种螃蟹特别迟钝的。 我们叫他们吃喷水蟹，喷个水来看一下。嘿嘿，动不动的，走吧。有货了，看，钻到里面去了。出来，一条猫鲨，嘿嘿嘿，哎呦呦呦呦，哼，开始反抗，抓住那个头。 还动，不许动！哎，乖一点。这有条鱼啊，是不是已经领盒饭了呀？那、啊、这鱼挺好看的哟。诶，好像是活的哦。揪它尾巴看一下。哎呦，哇，这鱼是活生生的，还以为翘辫子了。 哎呦，哎呦，筋骨慢，小心点，这个鱼扎到人是非常的疼的。看，哇，好看吧这鱼？呼呼，海中之毒王啊！这个的毒性跟那个虎头鱼有的一比哦。哇，先把它弄上来一下。这种鱼特别喜欢吃那个珊瑚礁上面的那些海菜。 估计是涨潮进来吃的，退潮都出不去的，呵呵，收了。
这边还有个水坑，再看一下。刚走过来的时候，看到一只螃蟹，应该是钻到石头里面去了。来，嘿嘿，这兰花蟹太聪明了，哎，自己上来，哎，呀呀呀，上来还想下去吗？哇，这个头不错。哦，这鱼是一条瘦的伤的白鲷，这种鱼满潮就进来捕食，退潮就躲在坑里礁石里。这种海螺也是特别好吃的，响螺中的一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平哦。今天的赶海就分享到这里吧，有喜欢赶海的朋友记得点点关注哦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